是你。我认得你的气味。军团让我活捉你，收了他们的钱，就要做对应的事。什么事情？因为他们会给钱，我们需要钱。把人解决掉的任务是最简单的。我会回答任何问题。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，他们让我活捉你。是的，我总是会努力达到任务要求，不然他们会克扣结算。我只是在执行我的任务。他们提供了坐标和解决方案，我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对目标进行追杀或者抓捕。但你也很厉害，毕竟你现在还好好的站在这里。记得，他们很强，他们不怕我的刀，被砍断双腿也会继续爬上来。你想问什么？相似是因为他们是从我身上来的。不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总是会出现很多长得和我一样的怪物，在地窟里也是一样。是的，我在那里每天被注射，然后失去意识。我的体温会变得很高，就像开水一样，然后破坏我看到的一切。我不清楚为什么，但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因我而成的99，他们都是那样的怪物。
这里和这里全部拆开，然后再重组起来。让我去打架，但是一不小心对面就死掉了。那个决斗场墙上的凹痕里已经被染成黑色，有的时候还有碎掉的骨头和粘稠的东西，像泥一样。害怕了吗？因为我也是怪物。我是99，但我也是一只怪物。我认识他，我不只是认识他。他不是怪物，他是照亮我的太阳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带我离开了地下，让我获得了自由。我会一直，一直保护他。你问完了吗？该我问你了。前不久 MBCC 发生了暴动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。他们说禁闭者都逃到了辛迪家，但我没找到他。我找了很多天，很多地方，都没找到。你知道海拉去哪里了吗？没有逃脱成功。把他困住了。原来如此。可海拉是辛迪家最自由的小老鼠，黑帮的密室，治安局的笼子，连帕尔玛的实验室都管不住他，怎么会甘心被你束缚？我听说，局长的枷锁一旦套在了禁闭者的身上，只有一方死亡，枷锁才能斩断。是你困住我们的工具吗？他就是因为这个，才没办法回到我的身边。
人，我要让你们也感受到被当成实验品的滋味。杀掉你，杀掉你，就能让海拉彻底解放，我们都能获得自由。压制不住我的，你必须死在我手里。我不怕，我只要他，只要我们不再受被人束缚的痛苦。就是怪物，把海拉放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把海拉还给我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